实际上从这次的大家做的报告里面，最容易发现一件事情，把以前没有的交际资料，或者以前没有的程序，你把它文件化。文件化什么好处？很快可以传递，别人可以学习。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有个梦想，开个咖啡店。可是我不仅止于一间咖啡店，我希望能够开十间，我希望开一个复合的咖啡店。但我有什么本事开十间呢？我若连一间都开不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做？一定把所有东西标准化、流程化，让它能够传承。所以我今天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开咖啡店。这个辅仁咖啡厅呢，我们有一个是专门研发部门研发饮料、甜点，啊，专门就把这些如何让外场的人可以快速的做出来交给客人的这个流程把它设计出来。那另外一个部门呢，就是专门负责内外场管理。到了咖啡厅是不是有一个要负责接单，人家在订单，然后他要提供给人家，然后整理管理环境。那另外要有一组人，如果现在是一个特别的季节，星巴克最喜欢什么游戏？买一送一，朋友是礼拜五买一送一，所以同时也要一个行销单位来包装我们这个辅仁咖啡厅，到底是要玩些什么，有什么特色？最后，我更希望有一个类似经营管理组，他来计算这个咖啡厅到底要多少钱才能够生存，我需要准备多少钱？我要租一个咖啡厅大概多少钱？辅仁医学院马上要开了，我们希望在辅仁医学院的一楼租一间咖啡厅，类似什么？类似星巴克，类似西雅图，类似巴西夫妻开家。我们今天就来学习怎么开咖啡厅，好不好？第一组的报告，第一组负责我们的餐点设计。来，第一组请开始。就是我们的 menu 是列出这五项，就是大家去咖啡厅比较常点的那个项目。然后第一个是那个榛果拿铁，然后它的做法是我们列出来，就是它是用取出那个咖啡原子之后，然后加入这个热水，然后再加入牛奶，再拉花，然后再是加入那个榛果酱做完成的。然后它大概制成的时间是三分钟。就是转蛮快的，然后第二个是水果茶，它就是先泡好这个茶包之后，大概要等三分钟，然后把这个茶包取出来，再加入那些切好的水果，大概就是完成。然后只是因为切水果还要等那个泡好茶包的时间会比较久一点，会花五分钟。然后再就是这个松饼的部分，松饼就是我们会加入那个松饼面，放入那个松饼机。然后就是那个茶弄热，这个部分可能要等5分钟，就是5分钟。然后它炒完之后，我们加入那个切好的那个草莓，然后再去加调味就完成了。大概要花8分钟左右。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烤鸡三明治，我们会先去烤那个鸡肉，然后再去烤三明治。然后再去切那些待会要去那个加入的食材，就是对，然后再调些酱料，然后等到那个鸡肉饱之后，再把它装起来就完成。然后最后是那个凯撒薯皮沙拉，这个也是大家很好吃的。然后第一个部分就是加入那个生菜，就是从冰箱取出来的生菜，这个不需要花。然后就是。加入一些小黄瓜、番茄、花椰菜、南瓜、坚果类的东西，然后最后再加入凯撒酱，然后稍微打软一下就好。这个都是花大概5分钟。所以第一组的报告没有问题，除了开一家，这个配方可以开10家没问题哦。好，谢谢你们。
第二组负责我们外场管理，来，请告诉我们你打算怎么管理这家咖啡厅。哦，我们打算就是一开始大门在这边嘛，那推开之后呢，客人进来，那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工作人员，就是代位，负责代位。那就第二个步骤是代位嘛，那带到座位上之后，然后他会发 menu 给客人，那客人就是自己看他想要吃什么之后，然后他就自己到收银台点餐，然后点餐之后，我们就是有点类似像模式那样，就会给他一个号码牌，那他之后他就可以回去他座位上等。那这边会再安排一个就是员工是负责送餐啊，跟回收空盘的部分这样，然后。那请问一下，这一个是采用客人自助式服务，还是你会帮他服务桌上的东西？就我们会这边会有个员工是负责送餐的，那这边会有个回收台，这个回收台就是有点半自助，就是客人如果觉得客人如果自己有环保意识的话，他可以自己去回收，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员工还是会就是统一放在这边这样。谢谢，有没有什么其他补充的？好，谢谢第二组同学。三组行销部门来告诉我们，他打算用什么样的行销活动？来，请开始。我们的行销想法是这样子，我们一开始会选择白色封面，是因为我觉得大学生都是一个拿信息，然后很明亮的一个族群，所以呢，我们的宗旨是一个舒服，就是你来咖啡店可以享受我们舒服的环境，然后明亮的空间以及欢乐的气氛。然后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海报，那我们咖啡店叫做 Soho， 就是舒服的很大的咖啡店。那是我们开幕的海报，然后我们的这是我们的那个想我们的行销手法，我们总分为三个阶段。那第一开始宣传，那我们在宣传的时候呢，我们有海报嘛，那我们会第一开始三天的时候，我们在校门口，就是校门口竟然对着广场。那我们再办一个试喝活动，然后大家就来试喝啊，然后我们会宣传我们咖啡厅在哪边啊，然后我们的特色是什么。那第二个点，三天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到中美台，然后中美台是一样做试吃活，就是试喝活动。那我们可以从校门口到校门尾的客人都可以让他们知道我们这间店的存在。然后之后我们会开幕了，那开幕的时候呢，我们会办一些小小的比较特别的活动。比如说开幕时你来就是来我们咖啡厅喝咖啡，那第二杯就是我们请你喝，就是买一送一的活动。然后我们会跟热音师来做一个合作，做一个现场演奏，就是你在喝咖啡的时候还会有现场的演奏给你听。然后开幕我们就是开幕三天的活动之后呢，开始正式营业。然后正式营业的时候，我们主打有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塑造一个咖啡日，就是每周五一个小周末咖啡日，就是你那天来喝咖啡，你只要来买就是买一送一。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会有学生证的活动，只要是大学生来买咖啡都可以折10块钱。那其他学校来买咖啡呢，你只要出示你的学生证，一样可以折5块钱。那第三个就是环保的集杯活动，那这个想法是采自于 Seven 那种集点的，但是我们不要用点数，我们是用咖啡杯的那个，就是我们要提倡的环保概念，就是你喝完，比如说喝完5杯，那5杯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兑换一杯新的咖啡给你喝。那我们要提倡一个环保。那我们的行销想法大约在此。谢谢，谢谢行销同学。成本费用，然后是
如果你觉得需要花比较多的钱，你就在你规划里你需要比较多的钱，没有关系啊，你不要管我，那些都是给你参考资料。你觉得你需要比较多的经费，你就算出需要，实际上你想说需要多少经费，你就把它写出来就好了，因为你是老板，今天你说了算，好不好？今天你是老板。现在开始的是我们第四组，负责规划跟管理的，来，请开始报告。所以以我们财务的规划，半年如果每天起码卖150杯，价格不低于65，我们可以接近损益两平，还有半年还有6万块的小利润嘛。所以事实上，如果我们行销部门可以帮我们促销一天高于150杯，例如说到200杯，那肯定是赚钱的。而如果我们研发部门设计的餐点平均单价高于65块，如果说是80块，甚至100块，我想我们可以获利更高，对不对？所以这个咖啡店应该是赚钱的，所以谢谢大家。